SCTV6, phim 360, phim mới trên toàn thế giới.我有钱的话，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我也是被坑了。不信你们来看，看里面就剩8000块钱了，物业费、水电费都还没交呢。我不管，你就算去求，去借，也得还我们的血汗钱。对，要不然8000块钱就想打发我们。行不信由你们了，现在就这么多了，店也被搬空了，家你们也来了。 行啊，少赖啊！搬东西，这个不能碰，这是我婆婆送我的。怎么不能碰了？不行，这是我婆婆送我的。便宜啊，不行！我干嘛？你大爷！ 知道吗？外面已经有十几个债主到处找你们。今天要是再不捞点东西，明天恐怕他这屋子里啥都搬空了。小子，躲在女人后面，你可真有种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就不走。让开！你敢碰他？小子，躲在女人后面，你可真有种！要命是吧？ 还在活着，还你了！大娘，你了解我的，你要是敢跳，我跟你一块打！
你们这是在犯法，知道吗？要是逼出了人命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不是没跳吗？再说了，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，拿不到钱，我们还想死了呢。谁收去？我把钱转给你们。行啊。 难怪但丁一直不接电话，他谁的电话都不接。别让我再见到你们，滚！ 要你的钱算什么？不是要，我是借给你的，你得还。没用了，文哲，我外面还有好多债主呢。他们不会来了，我刚才去找了云大富，是他鼓动策划的这一切。那十几个债主的资料他都有，我帮你结清了。 你是打算让我欠你一辈子钱啊？第一，你不会欠我一辈子，因为你这一次失败，不代表下一次还会失败。而且以你的能力，很快的，你却连本带利把钱都还给我。第二呢，被击倒不可怕，而是倒下了永远不起来，那才可怕。所以下次你再有这种想法。 就想想你欠我的钱，想想你欠小鱼的，一咬牙就过去了。文哲，今天的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金小贝给我打的电话。金小贝。 他也接到了债主的电话，但他人在外地，而且这么大笔钱，就只能想到我这个财主。他已经不是股东了，跟二少爷没关系了。但他还是你朋友。一个招财猫而已，他们要就给他猫了，你干嘛还为了这个动手打人啊？要不然后来也不至于闹得那么厉害。我们开张那会儿，你拿了二十万入股，一起带来的，就是这个招财猫。 事儿，就是个招财猫嘛，哎，你下次开业的时候啊，我给你给送个更大的招财猫，超大的那种。丹丁，你其实也知道好歹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 我总该犯错的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成功，我总是不能成功呢？因为你比任何人都要简单、单纯、干净。你是想说我幼稚吧？我是幼稚。如果听金小贝的，我可以赚上好几百万。 如果他去办的话，可以赚上好几千万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那我现在问你啊，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所以我就喜欢这样的你。我跟温哲说了，我只喜欢淡定。
望，爱变成翅膀，蒲公英追着它的芬芳。我现在一无所有。迎着风飞翔，小叶，如果你能等我的话，等我真的有能力去照顾自己女人的时候，我会再让你离开我的。如果我在陪伴人来人往，你在世界流浪，有没有一个多风的客栈变成遇见那个港湾。我不会离开你，我愿意等，愿意。我会在下一个季节里删去关于不想念的酸。没想到 LND 新上任的亚洲总裁是你。你刚才知道了，可也没接近我呀。那是近乡情怯吧？你会近乡情怯？那我幸亏没走远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想在仁泰有更好的位置。看上了 SW 的位置？他们站着那个位置多长时间了？这样对其他品牌包括 LND 都不太公平，你说呢，文总？我是仁泰的 CEO， 更应该遵守规则，那个位置是留给销售冠军的。 Sorry， 帮不了你。你还是这么无情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倒是可以帮你。听说你们 LND 最近到处都在挖人，我可以帮你约请一个一流高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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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温总，在哪儿呢？我在办公室啊，我工作呢，特别忙。我知道你喜欢巡店，没想到你还喜欢巡街啊。往右转，过头了，回转看向马路。哎。早就说好了嘛，除了工作以外，我们私下就不要再单独见面了。是工作。那我刚好在休假啊，你去找林总。这件事只能找你。相信我。嗯。Selina， 这位是张小鱼，张小鱼 Selina， 嗯。张小姐，没想到吧，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你好 ，Selina。温总，你跟我说的公事，你不会想让我跳槽吧？坐下聊吧 ，Selina。如果你谈的还是上次那个话题，我不想谈。你的想法没有谁能够左右，但至少给别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嘛。我说的是理。
张小姐，请坐吧。张小姐，我真的很有诚意。我的 offer 是 LND 中国区销售总监。谢谢你看得起，我的答案还是我不考虑。这个是你的 annual pay， 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了一倍。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你的行业理想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？你们该说的都说完了吧？我想说的也说完了。你要的礼我也给你了吧？那你们继续聊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坐我车，送你吧。你干嘛要设这个局害我？你怕林伟知道吗？你管不着这事儿。文哲，这就是你说的公事啊？你这么帮助 Selina， 你就这么着急对付 JK？ 真的是白费了 JK 处处维护你。张小鱼，我没有要对付林伟，也没有要帮助 Selina， 我想帮的人是你。你这叫帮我啊！昨天你跟林伟吵架，你负气请假一周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职场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，心里受委屈就得跳槽。Selina 开出的条件不错，为什么你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呢？是啊，你和这 Selina 交情不浅啊，文哲。你这是公然在帮他挖人。那你这件事情得好好解释一下。Selina， 我不回会所了，改天再约吧。别误会，我没有打听你的消息，是董小姐告诉我的。有些事，董小姐猜错了。她猜错什么了？她以为，她以为我对你们俩能够产生影响力。当然不了，我和 JK 谁都不会听你的。你说她猜错什么了？你俩这种师徒关系闹翻了，不是别人能够劝的。因为你们俩只有一种可能性，惹最麻烦的，就三观不合发生分歧。猜对了。好，那我继续猜下去。跨年夜我们俩吃饭，我就预感，我提出来了，但是被你骂。停。这件事就不说了。行。我只想劝你，裂缝一旦产生了，尽快分开，对彼此都好。所以我才会建议你 Selina。 你这个人精得跟鬼似的，做什么事都喜欢一举两得。就算你想帮我，你就没有想过帮 Selina？ 有，毕竟我跟他的交情算起来也有15年了。15年了？那这么说就是17岁认识的，还真是初恋。你第一次冒充他来见我，赌的不就是这个吗？我和 Selina 是同一系的，他比我大1岁。我刚进浙大，在欢迎新生晚会上认识他。后来我去了 Stanford 读书，他去了一家香港的公司，我们约定了。等我回国就结婚。然后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
斯坦福的莎拉。那个是八卦杂志乱写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有对不起他的地方。两年后呢，我在 Stanford 读完 MBA 回到上海，他也嫁人了，生了小孩。再后来，他重出江湖，很能拼，很能干，最近拼到今天 LND 亚洲总裁的位置。你还爱着他吗？不可能。但是，毕竟我还是有亏欠他，所以我愿意帮他。行吧，你跟我说了半天的真心话了，我也告诉你实话，我确实想要离开 SW 了，但是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 ，LND 不行，因为它是林睿最大的竞争对手。你要知道，化妆品业竞争对手不止这一个。你先听我说完好不好？就算我真的离开了 SW。我也永远不会和林睿为敌，因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教的，他是我的恩师，这份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的。好，你的选择我尊重，但是我想确定的是，你不要误会我跟 Selina 的关系。你和 Selina 的关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文哲。我喜欢的人是但丁，我和但丁现在差不多是已经确定了关系的男女朋友。差不多。嗯。那你这个差不多的女朋友，快被公司炒了，她知道吗？我在但丁的心中是高能玩家，而且我也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的怂样，就跟她一样，她也不想让我看到她现在忙碌的样子。姐，你休假我还上班呢，这会儿把我叫出来，不知道我忙死了。大姐，你给温哲打电话啦？俩见面啦？废话。董欣然，我问你，你把我的事都跟他说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撮合你俩喽？你疯了吧？你不知道我从头到尾只喜欢但丁吗？而且姐姐苦尽甘来，前天就前天，丹宁他终于给我表达了爱意。拉倒吧，你俩要好上了啊？放着休假也不陪他，大中午跑来骚扰我，真的。丹宁亲口跟我说的，他现在正忙着找工作呢。他说等他以后足够强大了，他就驾着七彩祥云来娶你。多老套的段子，就骗骗你这种小屁孩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儿？见不得我好是吧？哎，说正经的，你不觉得对你最好的一直都是文哲吗？我对他没感觉。要什么感觉呀？哎，温哲长相、气质、身家、家世、智商、情商，啊，你在上海能找到几个这样的？你运气好，碰上他的软肋。哎呀，你呀，就属于在最合适的年纪遇到最合适的他。准确的说呢，温哲就属于那种现实世界的白马王子，重点是嘿靠谱。董欣然，就你刚刚说话的表情，还有你说的这段话，我刚刚真的应该全部录下来，全部发给毛小峰听。你敢？你敢？那我问你，温哲和毛小峰，你会选谁？这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啊！放在半年前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肯定选文哲。哎呀，放到现在啊，我还是选择我家毛小凤好的啦。那我和你又不一样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喽。你刚说啥？你们俩已经？嗯，真的假的？你干嘛不告诉我？什么时候？幼稚！别转移话题。说你呢，说我啊，
我有什么可说的呀？反正呢，我又不会靠男人，我只会靠我自己，所以我选择的人一定是我特别喜欢的，不会选择靠得住的。我一直觉得你没长大，原来你也一直没长大。正好啊，说明我们两个天生一对。反正呢，有难度的爱情我也不怕，我就是喜欢但丁。我想让他一直陪着我，让他陪着我去看流星雨。哈，陪你去看流星锤吧，还差不多。陪你去看流星锤，落在这地球上。就是这样，多浪漫呀！你也是来面试的？嗯，对啊。5-1-1吧，看你像搞艺术的，没想到是个程序员，好厉害啊！那你女朋友是搞艺术的吗？她呀，不是。祝你好运吧，你要是面试上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。小雨，大丁，董东让你带我去看流星锤。你别闹，我现在正在面试呢。你找到公司了，太好了。面试，面试，面试。那我就先提前祝你马到成功，旗开得胜。我很快啊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帮我拿个主意。你说。我想跳槽，你觉得呢？你要离开 SW 啊？就是觉得有点不愉快。那挺好的呀。你也觉得行？对啊。可是你还没问我为什么。还用问为什么吗？不开心就不要在那儿待了。而且咱们俩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行，可以。我先不跟你说了。你不知道吗？不会又生气吧？行政总监的陈总被提前退休了。真的假的？再给你说个消息，刚才王磊又去林总的办公室了。他开完会没回广州啊？是不是很要去？快去告诉小鱼吧。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专门请假留下来的。麦总没说什么？没有。老大，听说你想把 SW 中国区的总部定在上海。是的，舒总以前也一直在上海办公的，我只是在形式上把它确定下来而已。老大，我想重新回上海。你想重新回上海？女朋友呢？不要了？真的失恋了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一点不像王磊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在打你的主意了，而且麦总已经答应把你还给我了。但是你来，我可不是收容爱情的伤兵，我要那个为我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王磊。老大，你放心，我还是你原来那个拼命三郎。那大事小法，我就是这么考虑的，你觉得呢？那行呗。
那行，先这样啊。那今天就这样，我先回去了。好的，张爱莲，我们新一代欢迎您随时加盟。谢谢黄总，但是我回去要再考虑一下。如果你对我们给出的条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，我们还可以再谈。我们是创业公司，急需您这样的精英。不过最关键的，我非常的有这个诚意，所以请您一定认真的考虑。放心吧，黄总，我会慎重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好，那我就不留您了。好，请。回头电话联系。哎，好好，来来，请请。人见到了，觉得怎么样？见到了，真是不错。这远远超出我的期待值啊！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感谢，实在是感谢，给我推荐一个这么好的人才。我们都是老相识了，就别客气了。以前我做 VC 的时候投了你，说好了不仅要帮你背书，还得帮你物色人才。那现在我就不欠你了。你这说的什么呀？我怎么敢让你欠我呀？但是你干脆好人做到底。那个张小鱼请他跟我说，他还要再考虑考虑。我想你能不能在他那边帮我扇扇风啊？千万不要啊！别误会啊，只是他脾气拧得很，都是他自己拿主意的。要是他知道我暗地里在推荐他，没准他一生气，这个事儿就黄了。让他自己想吧，别着急啊。彤彤，姑奶奶，别休假了，赶紧回来上班。怎么了？两件事啊，第一件事。今天一大早，林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准备提拔我担任销售总监助理。好事儿啊，恭喜你啊，彤彤！啊，怎么样，晚上出来聚聚？庆祝什么呀？想想你自己吧，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，你和老板都见面都不露一个，等你回来又你什么事儿啊？销售总监是谁？最奇怪的就是这个，一点风声都没有。唯独王磊留了下来，现在满层楼都在猜王磊就是未来销售总监。王磊确实是理想人选。你心可真大。行了，跟你说第二件事，公司调整组织架构，很多人都被清退了，甚至包括总监。原来二部的人，甚至包括林娇娇，一个都没走。很多人都不懂，跑过来问我说：“林总到底什么意思啊？”那你怎么说的？实话实说呗。啊，林总被你们看懂，他就别混了。这话说的有水平啊！赶紧回来吧，该承认错误承认错误，找林总好好谈一谈。说不准，哎，得到林总的谅解，你就反超王磊了呢。咖啡都是前点来的。我小姐表情怎么怪怪的？您没发现吗？整个销售部的表情都怪怪的，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。张小鱼回来了，一大早过来等你。走吧，换个地方谈。不休假了。嗯，不休了。想通了。
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做任何决定。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你能想得通呢，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。曾经，我是那样崇拜令瑞，他的品味，他的能力，当然还有他的 title。可是，今天当我终于坐在了他的椅子上，那感觉却那么奇怪。我知道，那是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。干嘛呀？傻乐呵什么？刚才蔡蔡找我了，他通知我担任大中日华副总监助理，所以张总今后将由我来协助您的工作，负责您的日程安排。小鱼，我好开心啊，我好感动啊！谢谢。啊，先说好啊，我私底下的时候才不管你叫张总。董董，我真为你高兴，你终于当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总监助理。不过我今天来公司是艾蒂辞职信的。你疯了？有些事情你不知道。不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是你不知道。你不告诉我的事儿，昨天蔡蔡特意来找我，都和我说了。蔡蔡？什么事儿？换货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放心，我谁都不说，猫要放我也不说。林总可真信任你。才不是呢，蔡蔡瞒着林总告诉我的。蔡蔡她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帮你，想帮林总，不希望你俩因为误会而吵架，所以她才找你最好的闺蜜来破冰。当然了。作为你未来的助理，他对我，还是蛮信任的。只有你才觉得我不够。行了，我说重点。他凭什么认为可以破冰？在我心里，我再崇拜他，若他跟方静一样是不择手段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假装看不见呢？我以后还怎么跟着他？林总是个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人，我相信他对 SW 的热爱和他的人品。有损行业声誉的事情，他不会做。张小姐，你昨天走了以后，我又考虑了一下，准备把我们给你的条件里再增加1000元收入。啊，
黄总，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要的，一定要的。我们这边昨天召开了股东大会，已经正式决定上市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通过证监会的审核，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公司上市以后，据最保守的估计，市值即刻会翻倍两位数。所以，我真诚的希望，在公司未来发展的道路上，你能成为我们的伙伴。谢谢黄总的赏识，我也相信你们的诚意。是这样的，我希望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好消息。好的，黄总。SW， 还是销售总监助理，哇，这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们在做调查，张小鱼可能很蠢，但是他绝对不是商业间谍。我在 SW 干了10年，我愿意用我的信誉做担保。这么说来，林总是来给我们提供调查思路的喽？我能保证的是，张小鱼是清白的。第一次见你，你推销给我3支口红。今天，你总算是把自己推销给我了。小鱼，你记住了，越是不顺的时候，越要沉住气。艰难的路，不是谁都有资格走的。既然你也说了，我们是姐妹花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光是你的林总，你可以叫我 Jackie， 林瑞也行。